爱情与年龄无关。 最近美国一对夫妇在离婚50年后决定复婚，牵手走完人生路。 83岁的哈罗德与78岁的莉莉安 第一次婚姻开始于1960年， 他们有5个孩子。然而哈罗德工作繁忙，在家时间很少，使这段婚姻只维持了8年。 两个人分道扬镳后各自有了新伴侣。 2015年， 两人的伴侣先后离世。 在最近的一次家庭聚会上， 爱情的火花再次在两人身上迸发。 离婚50年后， 这对夫妇决定复婚。 婚礼将由两人的孙子主持，愿这段重拾旧爱的夕阳之恋能直到永远，至少他们现在没有繁忙工作的打扰了。